这是给毛孩子们采购的狗粮、床、烘干机、玩具、推子、美容桌等等。我们这次过来其实也是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给毛孩子们送一些温暖。我去年的时候从湖北徒步到西藏，当时走在路上一个人太孤单了，就心想去流浪狗基地收养一只狗，在路上就是陪我作伴。当时看到流浪狗基地的狗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在想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一定自己去救助流浪狗。每周一次的狗舍大扫除活动，洗狗大队包了。他们好像知道是在给他们打扫房间，一直在旁边转来转去的卖萌。今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这只狗狗特别蔫，最后我往起一看，它肚子下面有特别多的蜱虫，蜱虫把它咬在身上，那个蜱虫一颗一颗的，而且还是成千上万只，这我都抓了很多蜱虫了。最后我给医生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，他说已经是患病了，让我带去医院。现在最大的困难咱们已经熬过去了，雨过终会天晴，等你好了再接你回家啊。逮到了吧？给毛孩子们安好的床来了，愁给孩子们急的。去年一下子救助了21只狗，因为当时资金压力特别大，21只狗都生病了，在医院里面治疗了17天，每天的支出大概是2000多，但是我每天收入只有200-300，那应该是我最想放弃的时候。一个人的话肯定是忙不过来，至于义工的话，因为我是住在山区里面，离乡镇比较偏远，暂时的话我们狗舍还没有来过义工。至于团队的话肯定是有想过的，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来加入我们狗舍，帮助我救助更多的可怜的毛孩子，也让更多的流浪狗获救。最让我开心的应该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狗舍，就是建设好的那一天，因为当时黄冈那边催着我们走，只给了我们一个月的时间，我通过很多网友的力量来就是众筹，然后再加上自己向亲朋好友借的一些钱，把现在后面的狗舍建设成功了，把狗狗搬过来了，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吧。Man, I'm never the same.
我想对那些抛弃狗狗的人或者虐待狗狗的人来说，也许在你心中狗狗只是你的一少部分，但是在一只狗狗的心中你却是它的全部。它离开了你，不知道自己去哪里，甚至走在路上很迷茫，让它再重新接受一个家庭，它心里面都受了刺激，不再相信人类。我希望大家养了就好好珍惜，不要抛弃它。狗狗的年龄很短，且行且珍惜吧。